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七行，第七行。我们看卦符里头，十方如来赞叹净宗，则为此誓愿一佛尘，一真真如海，为真舍之器。可见慧疏与真解均以此净宗一佛尘为真舍之际，这是慧疏跟真解这两种都是日本祖师大德的著作，对《无量寿经》的注解解释这一篇经文里面开化显示真舍之际这一句经文啊，什么叫真舍之际？我们现在也很清楚，也很明了。真舍就是诸法实相啊，之际呢，即从深处讲就是底，到底了，从广处讲就是边际啊，也就是说对于自信啊，它的体相作用已经究竟圆满的看到了啊，从深处看到它的底，从广处看到它的边，这个际就是这个意思啊，真舍之际。啊，真实之际是什么呢？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。四十八愿是帮助一切众生一生究竟圆满成佛，这就叫真实之际。那一生成佛叫一佛成，不是大成，不是三成，不是五成啊，只有一佛成啊，就像世尊在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唯有一佛成，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那么我们就晓得啊，佛给我们说最真实的法就是一佛尘。啊，说二尘三尘是方便说。啊，那么这是佛陀戒引众生、教化众生的一种方式。啊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确确实实让众生呢一生就成佛啊，那么一生成佛的大法，上至等觉，下至地狱众生，一生成佛唯有信愿持名这一法啊，这一法除非你没有遇到，
你要遇到了，肯定一生成佛。这个太难得了啊！啊，法虽然流传在世间，认识的人太少了。啊，这三种真实，这个经上通通具足，真舍之机，真舍智慧，真舍之力。啊，这三种真实，特别是真舍之机，讲清楚、讲明白，确实不多啊。啊，黄念老有智慧。即经论古大德的注解通通摆在此地，让我们一样一样去看，融会贯通。这个方法妙极了，这个方法也是念老的真实智慧、真实利益啊，为什么呢？真实之机没搞清楚，我们对这个法门呢，始终有疑惑。啊，有99%的信心呢，但是还有一分迷惑，不能够小看这一分迷惑，一分迷惑。如果在临命中时起作用，你就不能往生。啊，那不知道耽误多久的时间。所以破迷开悟啊，要把迷破得干净呐、啊，啊，那才管用。啊，这个结论呢就结得好了。啊，唯此誓愿一佛尘，一时真如海为真实之机。啊，把真实之机结到这个地方来，可见慧素与真解，均以此净宗一佛尘为真实之机。啊，我们记住这一句话就对了。一皆佛之之见也。啊，佛之之见是法华的精髓也。啊，华严奥藏啊，法华密髓也，就是佛之佛见，就是真实之见。金珠大师，现在释迦牟尼佛为大家讲《无量寿经》，参加这一会的大众，金珠大师就是指参加会里面这些大众，为诸众生宣言设方诸佛同赞之誓愿一佛尘。啊，这些众生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天人，啊，他们接受佛陀的教诲，不但自己得受用，在四面八方跟一切有缘的人宣言，宣是宣说，言是表演。表演什么？表演信愿持名，做给大家看啊。啊，这个法门是十方诸佛共同赞叹的，
弥陀四十八愿，帮助一切众生一生成就。故云：开花谢世，真实之际。若缘会宗下，宗室禅宗，如果融会禅宗里面的讲法，如布袋和尚也，啊，布袋和尚、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这两句话常讲：直至心心心是佛，一切不如心真实啊！故知真实之际，即是自信的。这一句话太重要了，这一句话确确实实是讲到真实之际了，讲到底了。一切佛法，一切事法，全是自心变现的啊，归到最后归到自己了。我们跟诸佛如来什么关系？唯心所现，一切诸佛如来是我们自己心现的，阿弥陀佛也是我自己心现的，离开自心没有一法可得，自心就是自心，自心就是这个地方讲的真实之际。啊，明自本心，见自本心，这叫明心见心。啊，明的什么心呢？自己的本心。见什么心呢？见自己的本心。为什么说心又说心？一桩事情用两个名词，两个名词有两个名词的意思。说心是说它的现象作用，说性呢是说它的本体啊，体相用啊。说性从体上讲，说心呢从相上讲，作用讲啊，一切法从心相生啊，不说一切法从本性生，一切法从心相生。啊，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心就是常寂光土，心呢，心变现出十报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，啊，那是心起的作用。心就是念头啊，性里头没有念头，起作用才有念头啊，这是心性简单的差别。即为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，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地方的两句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在禅宗里讲明心见性啊，在教下呢就这两句话。但念佛法门一佛不二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是心，是心作佛是心
啊，名字本心是世心作佛，见字本心是世心是佛，故念佛之本心真实真实之际，故云一生佛号一生心呢。啊，又经云：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名无上甚妙禅。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。啊，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禅跟静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方法不一样，方向跟目的完全相同。方向是成佛之道啊，目的是证得究竟果位。啊，净目标方向如是，禅也如是，教也如是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呢，无疑不如是。啊，而净土可以说是无量法门里面的总纲领。这个法门简单容易啊，成就不可思议。啊，我们要真干，希望我们真正能得到，这一生绝不空过。啊，我们看底下一段。又第三品中，如来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，这经上讲的力，真实的力。啊，第八品里面，法藏比丘住真舍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。这是无量寿经佛说了三个真实，其他经里头很少看到的。啊，那么这三个真实在下面说了，此三真实，真实之机，真实之力，真实智慧。实为一经之纲啊。啊，这是无量寿经的总纲领。无量寿经修学正果的总原则。到哪里去找？三个真实。啊，将于下年品当中，啊，第三、第四品当中啊，来详细解释这三个真实，啊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了，啊，这是真的。净银书曰：为过，过就是超过，分端生死。我们现在六道轮回身，一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们这一生，从父母生下来，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这叫一段。啊，六道里面有分端生死。
出了六道啊，这个生死现象没有了，啊，分段生死不见了，但是有什么？有变异生死，啊，怎么变异呢？你看阿罗汉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了，他就升级了，不叫阿罗汉了，叫辟支佛了。阿罗汉变作辟支佛，这就是变异。你看，从阿罗汉变成辟支佛，他要不要受苦？要。这个不是真的生死，是受苦，就是他修行很苦啊。他要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，断不掉他就不能提升，断到就提升啊，升到这个辟支佛啊，辟支佛要再升到菩萨，那又要修行啊，修什么呢？他要断尘沙烦恼啊，尘沙烦恼是分别，见思烦恼是执着啊，执着不断，出不了轮回。我们如何能把这个分别执着断掉？啊，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想到明年的今天，这个世界如果真像科学家预测的啊，地球从三度空间转变到第四度空间，这也是变异啊，地球的变异啊。但是转变的时候有三天，地球是在零度空间状态之下，这个零度可就麻烦了，零度没有了，那是灾难了啊！所以科学家说会死很多人。这个转变期间当中，最重要的是人类的精神啊，这个就说明白了，我们的意念要善，意念要好啊，这才能够随着地球转变。如果我们的念头不善，我们念头不好，在这转变当中我们就消失了啊，我们就死在这个时候，那灵魂到哪一代去投胎？业力做主，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宰啊！啊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们只有好好的念佛。佛教我们放下这三样东西，不能放得很干净，也要尽量去放。啊，就是妄想、分别之处啊，不再打妄想了，只念阿弥陀佛。我们要知道，不念阿弥陀佛肯定是打妄想为什么？我们在六道里头无量劫来啊，时间太长了，习气太重了，怎么可能不打妄想？弥陀净宗这个法门里头方法太巧妙了，叫我们把所有的妄念归到一念，通通归到阿弥陀佛，不起念则已，起念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个好啊，用一念把所有一切妄念呢打掉，再用这个方法
不用这个方法，叫你把妄念放下，妄念灭掉，真难，可以说做不到啊。做到就成阿罗汉了啊！阿罗汉还要从四果四相修成功的，修的时间很长啊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呢、啊。人间寿命短了，天上寿命长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它难。啊，但是净宗这个法门太妙了。啊，它不是全断，它叫你把所有的妄念集中变成一念，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名号功德我们前面学过了，学了不少了，知道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弥陀世尊教给我们方法，执持名号，就是执着。那我们把执着分别都用在名号上，不要去分别别的，不要去执着其他，其他的全放下吧，不要管了，管不了了。啊，管不了就不管，回归我们的清净心。啊，在我们面前见如不见，啊，古人讲的那样一句话：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能做得到吗？有功夫的人能做到。啊，观世音菩萨教给我们：梵文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啊！自性就是阿弥陀佛。这个法子妙极了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眼睛不往外看，往里看。啊，凡事呢，反过来，我看自性，我不看现象。听呢，听自性，不受外面音声干扰。这是观世音菩萨修行正果的方法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啊，他是怎么修成的？我们怎么个方法？我们眼看到外面的色了，我们第六识就语言外头的色。其分别第七识语言外面的色其执着，分别执着是第六第七的事情啊，眼耳鼻舌身的五识只有了别，就是把信息传过来，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，第七执着第六分别啊，我们如何善用六气啊，善用六气呢，就是见相，你要晓得心就转过来了啊，相是幻相，性是真性啊，相就像弥勒菩萨讲的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，一弹指有这么多的变化啊，一秒钟我们算5次弹指就1600兆，它
哪里是真的呢？所以相是假的，色相是假的，音声也是假的，未出法全是假的。我见相认得性，就转过来了。见性不见相啊。耳朵听，闻性不闻相，音声的相不闻。这就是禅宗里的所说的明心见性。明心是心有智慧，不糊涂啊，着相糊涂啊，着了相之后就起分别，就起执着，分别执着就引发自己的贪嗔痴慢疑，七情五欲就造业了。一转过来的时候不造业了。心是什么？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平和的，外面东西清清楚楚，里面没有起心动念。所以说不生烦恼，它生智慧呀。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下大彻大悟了。悟后怎么办呢？悟后要考试啊。考考看你是真的是假的。怎么个考法？五十三参就是考试。菩萨叫你参学去。这个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都去看。看什么呢？看相里头的性。你就真的开悟了。是见相不见性。反复。见性不见相，圣人。转凡成圣要这个转法。不接触不行啊。接触善人知道他是。善的痕迹都不住。为什么？心里有个善，心就不清净了。清净心里头善恶都没有。见到人心不善也是一样都不住。永远保持自己的清净心，而外面事情又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不生烦恼，就生智慧。智慧是通达明了啊，那个相是怎么回事情啊，起什么作用，感什么因果，全都知道。但是心地干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古达德教给我们用心如镜。我们用心像一面镜子一样，照的时候清清楚楚，相去了之后镜子干干净净，没有一天染污。不但相离开的时候没有染污，正在照的时候也没有染污。凡夫的心呢，像照相机的底片，照一个露个影像，照两个露两个影像。那个底片上是一塌糊涂。那我说被染污了。被染污的要记住，不是心，不是自信，心性决定不染污。慧能大师说得好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从来没染污，
染污的是什么染污了？意染污了，莫那染污了，染污的严重。第六意识有染污轻，第六意是轻度的染污啊，莫那是严重的染污。莫那是我啊，啊，莫那是四个条件组成的，第一个是我见，没有我，他误会以为有个我，执着阿赖耶的相分里头的一分，执着第七识见分里头的一分。你为什么我的心相分里面的一分，你为什么我的身，误会从这产生的。阿赖耶的境界相无量无边的、遍法界虚空界，只要是物质现象都是阿赖耶的相分啊，那么多的相分里头执着我这个身体，这一个小的相分呢，认为是我啊，你要执着全体的相分是我就对了，那就没错了啊，全体相分不要了，只剩下这一点是我，错了。楞严经上把自信比喻作大海，那是真的我，大海里的七个水泡，水泡不知道，以为水泡是自己，大海不是自己，错就错在此地啊。佛经上跟我们讲宇宙怎么来的，宇宙就是阿赖耶变现的啊。阿赖耶是什么呢？今天科学家发现了，跟科学家讲的一样，宇宙之间就三个东西，他讲的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，不过他讲的名词不一样啊。科学家讲宇宙之间三个东西，第一个是能量，第二个是信息，第三个是物质啊。这三桩事情在阿赖耶的阿赖耶三细相，第一个是业相，业相就是能量，第二个转向，转向就是信息，第三个境界相就是物质，完全一样啊。啊，科学家认识了，精密的仪器观察到了，他还是分别执着，所以他还是凡夫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见到这个现象，见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大乘经教的佛常说谁呀？八地以上，八地菩萨见到了，了不起啊！啊，不用仪器，八地菩萨在定功里面看到，甚深禅定境界里头看到阿赖耶啊，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宇宙的奥秘也啊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九妙九，这五个位次，菩萨五十二个阶级最高的五个位次，统统见到。啊，七地以下没见到啊，像我们一样听说。我们对这个道理
搞清楚搞明白了，这在佛法里面叫解悟，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，但是没有入境界，没有入境界，我们解了，我们不得受用啊！如果是正悟啊，他就得受用了。那受用是什么呢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得这个受用啊！什么都明了，什么都通达，知道自己过去未来，也知道一切众生过去未来。啊，他得到受用了。然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净宗这个方法无比殊胜啊。我们得到这个方法能不正安吗？能轻易放过吗？啊，那是真正对不起自己啊，不是对不起别人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一生唯一的一个成佛的机会，成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样殊胜的机会啊，当面错过，你说多可惜我们看到许多2012的信息，不管它是有什么有，我们把它当作检测自己，克期取证啊，一年的时间够用了，足够用了啊，我要把它证得，越快越好。等什么呢？一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看见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，看见一切事都是极乐世界啊！希望我们把这个念头这样转过来，这就是转凡成圣啊，不要说我这个想法不是的，那是事实真相啊！你说我要这样想，错了，你想不出来啊！我们今天之错，就错在不知道真实自己。真实之机就在我们眼前，因为我们有妄想分别执着，真实之机见不到啊！现在佛教我们用这方法，信愿持名，你就能够真见到真实之机，就事实真相啊！事实真相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呢？他是众生啊，你看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造罪啊，地藏经上说的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，他怎么是佛呢？这个被他没障碍，被我的障碍太大了，
为什么呢？我这一生见佛的希望没有了。转境界不从外头转，从里头转。啊，我要把这个错误转过来，我一生是罪业，别人没有啊。啊，别人怎么有？别人是佛菩萨示现表演给我看的，他是来度我的。我一念转错了的时候，啊，这些人呢，这个坏人，那个好人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我在境界里，我在造业了。他帮助我造业了。我念头一转的时候，他成就我了，把我的业障烦恼统统消了，我成佛了。欧耶大师讲得好，境缘无好处啊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这个里头没有好坏。好丑存于心，我用什么心看什么东西，它就向谁心转。我以佛心看外面境界，全是佛，转变都是佛。我用鬼的心看外面世界，全是鬼。我用地狱心看外面世界，全是地狱。向谁心转啊，要记住啊，我以善心，外面没有一样不善；我以恶念，外头境界没有一样不恶，外头善恶都没有，都是假的。内心里起善恶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面对外面境界我会起恶念呢？这是我的过失啊，与外头不相干的、啊、中国千万年前老祖宗教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就是你走不通了，你遇到困难了，困难不在外头，在自己，你自己好好反省，改过自新，困难就没有。什么问题都化解了。如果从外面的时候，外面不能解决不了问题。那对物质环境是越转越坏，对人事环境越转误会越深啊，戒不善缘。啊，会惹出什么呢？惹出未来生生世世冤冤相报。啊，我不原谅别人，别人不原谅我，冤冤相报吗？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啊？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段故事，从前李老师常常提醒叫我们注意，顾子义叫唐朝的大将啊，安禄山造反，他平定啊，以后做了宰相，做过元帅，做过宰相，文武全才。啊，那个时候宫廷里头有个小官，地位不高，啊，大概像个科长的一个地位。小官，啊，他是元帅，他是首相。啊，这个人到他家来看他，
他是以大礼接待，非常隆重啊，穿着朝服啊。客人走了之后，家里人问他，多少这地位很高的人到这个地方来访问，你都很随便接待，对他为什么这么隆重？他告诉他家人，他说这个人他嫉妒傲慢报复的心非常强，我们如果得罪了他，将来他要一得志啊，那我们家就完了啊，他报复啊，这种人不能得罪啊。以后这个人讲，以后真的做了宰相，凡是得罪过他的人，几乎不是贬值就是杀头，他统统把他，唯独对郭子仪啊很客气。为什么郭子仪没有对他不礼貌啊？李老师讲，郭子仪的智慧，郭子仪的经验丰富啊。啊，这给我们一个启示，就是对于傲慢的人，对于有嫉妒心的人，有报复心的人，我们决定不能得罪他。不要看他现在没什么地位，将来一旦得志是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一生没有得志，来世遇到怎么办呢？古报通三世啊。啊，所以佛菩萨教我们对一切众生要恭敬。离敬诸佛这么学的，离敬诸佛不容易，化身大士才能做到，普通人做不到啊！你能把恶人都看成菩萨吗？不可能吧。你能把蚊虫蚂蚁花草树木都看成菩萨啊？都用那种真诚心恭敬心，做不到，化身菩萨做到。为什么？化身菩萨见性不着相，不是不见相，见相从相上见性啊，就见性不着相，所以他的心真正是经体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，而清净平等觉就是阿弥陀佛。我要修到清净平等觉，我就是阿弥陀佛。你修到清净平等觉，你就是阿弥陀佛。其实他不在外，我修成了，所有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我把它转过来了啊，我有能力转啊。啊，谁修道谁就转境界，转娑婆为极乐，转自性为阿弥陀啊！啊，学佛了，学会转境界，就自就得受用了。啊，你转不过来，就不得受用。啊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那么这里讲的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，啊，经言粗略，为过分段、超过分段、超过变异世间一切法也。何在呢？超过分段变异而死，按住出世二空之智，此皆成就智断二德也。
智德是智慧，你把事实真相看到了啊。断德是你的功夫这个烦恼习气你把它断掉了，就放下了。两种生死唯识论里头有简单的解释啊，第一个分段生死啊，分是分性，就是它有限制的。我们在人间活了60年，60年是限啊，活80岁这80年是限，活100岁这100年是限，它有限，有限制的啊。分是这个意思，这就叫人一段生死，一个分段生死啊。断呢是行断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，这叫分段啊。为六道众生随其业力所感果报身，则有长有短啊。这是身命呢，有寿有夭，寿是长寿，夭是短命，而皆流转生死，故名啊分段生死。这六道众生啊，他不出六道啊，天道、人道、修罗、恶鬼、畜生、地狱，他就在这个地方轮流造什么样的业，就到哪一道去受报，受报完了他就离开了，离开阿赖耶识条哪一个种子现行，这力量最强的现行，他就到哪一道去投胎啊。六道这是一个分线，他没有办法离开六道啊。为什么？他造的是六道的业，他就在六道受果报啊。我们在六道的时间太长了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。啊，得人天两道身呢，佛在经上有比喻，好比投出，我们掉在沉的大海里头，这个时候冲上水面，吸一口空气，又沉下去了。啊，沉下去是表示代表三恶道啊，水上面代表三善道，在水上面的时间很短，在下面的时间很长，越是最下面时间越长啊。三恶道畜生的寿命短，恶鬼的寿命就长，地狱时间最长啊。我们曾经找了几个同学查大藏经，佛在大藏经里面讲地狱的状况，统统把它抄出来编了一本书，这里头一共有20多种啊，佛在经论上说的这些地狱状况啊。我们给这一部书定了一个名字，注经啊，20多种啊，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啊。你要看佛经上地狱，你看这一本就够了，全都在里头。
才知道地狱业因果报的可畏呀、啊！那个日子不好过啊！造作极重的不善所感得的啊，这是你自作自受啊！地狱罪受完了之后，你到魔鬼道、到畜生道、到人道啊，甚至到天道，冤亲债主都追到你来报复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冤仇是生生世世的，接下去报不完的。那为什么你受了这个报了，你能甘心吗？只有遇到佛法甘心了。为什么呢？过去我害他的，今天被他害，一笔了了，没有怨恨，解脱了。如果你还有怨恨，来生你又去报他，那他又不服气，后生又来报你，生生世世几十世几百世都脱不了。你说双方都苦啊，这是迷得好可怜啊。啊，只有遇到佛法才能够觉悟到。啊，这一念错了，报复的念头错了。啊，不应该了。啊，所以这是分段生死的苦。啊，从行就是所感的这个果报，这个报身身形不一样。啊，寿命地位啊，财富受用都不相同啊。善因得善果，恶因得恶报。但是世间人没有纯善的，也没有纯恶的，善恶交杂啊。我们细心在这个世界，在我们的周围，你全都能看清楚，都能看明白啊，你就会觉悟了啊。我们就会常常想到啊，怎么个想法呢？意味去想换个地位，那他是我，我是他，我怎么个想法？那我们换个位置，啊，那么就能化解了。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啊，所有一切不善，我看不惯的、不喜欢的，都是冤。冤把它化解，不再结怨了。到这一世，完全了了。又何况遇到佛法，我这一世要去做佛去了。我不再干傻事了。啊，对一切众生把他当佛看待，真诚恭敬啊，他对我怎么不好，怎么怨恨我，我心里晓得，我过去这样对他，所以他才这样对我，他为什么对别人不是一样的啊？我们能够这样想法，心就开了，开朗了
啊，不再计较了，什么都能忍受，忍受就是消业障，忍受就是在积福德。啊，不能忍，我们就不积德了，不修善了。啊，佛在经教里常说，忍辱波罗蜜。啊，只有能忍，后面才有精进。才有禅定，才有般若。如果不能忍，你就倒退了。无论你修什么，你都倒退了，你不能前进。那世间善人也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啊，会出大事情。啊，都要在很细微的地方去用心。那么第二种呢，叫变异生死，啊，因以果异，名为变异。啊，它不是分段分段生死的，不是一段一段的。这个变异，我们举个例子，小孩子学校念书。今年念一年级，啊，过了一年，他升到二年级，一年级死了，二年级生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为什么叫生死呢？生死是受苦，你看他苦苦都读了一年了，啊，一年考试及格，再升到二年了，他要苦学一年了。啊，二年再苦学一年，升到三年级。三年级再学，苦学一年到四年级，这叫变异。啊，你看从六道，把见思烦恼断了，超越六道了。啊，超越六道，等于说四圣法界的一年级。啊，可是一年级里头必须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，不断掉，他永远不能升，他就停留在一年级的地位。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，他就升了一级了，啊，升到圆觉了，就辟支佛，他不叫阿罗汉了，他地位比阿罗汉高。啊，他要再往上提升呢，他要把尘沙烦恼断掉。尘沙烦恼是不分别，啊，尘沙是比喻，我们的分别就像尘沙一样那么多，啊，喜欢分别，啊，但是这个业比执着轻，执着最严重。啊，执着是阿罗汉就放下了。啊，辟支佛，如果把分别放下了，与一切法都不分别了，他升级了，升到菩萨了。啊，菩萨要把分别的习气放下。你看，菩萨还有分别习气，分别习气放下了，菩萨就成佛了，十法界里面的佛就成佛了。没出十佛十法界，出十法界无明要放下，无明是起心动念。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他就出了十法界了。出十法界
才真正称之为圣人。他住什么地方呢？他住十宝庄严土。这是最高的了。一真法界。为什么称一真呢？那个世界里面，所有一切现象都不会改变，就它没有变化。人没有生老病死。植物没有生住一灭。山河大地没有沉住坏空。你说那个世界多美好。所以它叫真的。十法界不是真的。十法界刹那刹那在变化。无常。一真法界是常住的。没有变化的现象。为什么？它没有实了。转世成智。他们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妄心是阿赖耶，十法界都用阿赖耶。四圣法界用的真，六道里头用的邪，用偏了，用邪了。随着六道轮回的苦报，四圣用的真，为什么？有佛教他，他听话。他们真修行。四圣法界里头，无论是声闻缘觉菩萨佛，里面都有化身菩萨，都有诸佛如来在那里教化。他们可以好学，真干了。所以步步向上提升。在底下讲的，为声闻缘觉菩萨，虽立三界内分段生死，而由方便土便宜生死。这个方便等土就是声闻时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。佛四种不同的净土。这个四种不同净土里头没有分段生死，但是有变异生死。如初位为因，后位是果。后位为因呢，后后位是果。因以果异。故名便宜生死。也叫做方便有余土。方便土呢，修戒定慧，方便之道，得生其中。在方便土，方便是这个意思。在这个里面修戒定慧。戒定慧是如来的方便。如来的真实法是一乘、二乘、三乘，全是方便。《法华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，唯有一乘法，出佛方便说。前面说了。法华经上讲的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这是经文。佛度化众生，
目的是希望大家都在这一生的成佛，这就是为受益成法，没有二乘，也没有三乘，二乘三乘全是方便，所以方便图里面就学这些方便法，从方便到一乘，到真实。啊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，那就是真实。啊，由方便再达到真实，但是净宗特别，啊，净宗啊，非常非常殊胜。啊，净宗就是纯粹的一乘法。啊，但是真心、真愿、持名。啊，什么人真心、真愿、持名？地仙老法师常常跟我们说的锅炉匠，那就是真心、真愿、持名。老和尚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不认识字，他是个做锅炉匠出身的，那个行业现在没有了，非常苦的一个行业啊，补锅补碗啊，碗锅打破了，补了还能再用啊！这个行业我们小时候抗战期间有啊，挑着一个担子啊，到处吆喝，谁家有破锅破碗他给他补啊，很便宜，一两个铜板，你就晓得生活多苦啊，因为生活太苦了，活不下去了，年岁慢慢都大了，他到四十几岁了，前途没有了啊，找到地仙老法师。地仙法师跟他什么关系？小时候同住在一个村庄，小时候的玩伴，现在看到他出家了，做了和尚了啊，有住的地方啊，有人供养，他很羡慕，一定要跟他出家啊，他就难了。年轻出家可以，能学啊，四十多岁还学什么？学习的时间过了啊，于是乎就告诉他，你出家不要住在庙里，住在庙里人欺负你，瞧不起你啊，你什么都不会啊，连早晚课都不会，你怎么能受得了？所以找一个乡下，找一个没人住的破庙啊，废弃的道场，叫他一个人住在里头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你好好的去念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啊，一天没有这个时间限制啊，你什么时候醒过来什么时候再念，念累了你就休息啊。他念了三年，欲知时至啊，站着往生谭虚法师《隐城回忆录》里头有这一段记载，真的不是假的。那谭老是地仙法师的学生，锅炉匠是地仙法师的徒弟，他们都认识，都熟啊。
那个成就很得了啊。他走的时候，谭老赞叹呢，我们佛门里头弘宗演教的大法师啊，比不上啊。丛林方丈的主席啊，主持也没有人能比得上他，真成功了啊！在净宗里面，这种人上上根人呢、啊，一句阿弥陀佛三年。这样殊胜的成就，你说他那辈子度多少人，到现在我们都受影响。啊，比讲经说法的力量大了。讲经说法未必让人相信啊，他这一表演也不能不相信。啊，现身说法，那么到了极乐世界了，两种生死都没有了。诸位要知道，只有极乐世界。啊，他方诸佛刹土呢，还有变异生死。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了？因为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，两种生死都没有了。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在他方世界还是一个等级一个等级往上去啊。你看菩萨是行为啊，实现就是十法界，初住超越十法界啊，从初行位到六行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，起心脱离轮回了，在这个方便图是声闻起心为法性是圆觉，辟支佛；九性是菩萨，十性是佛。啊，所以十性菩萨了，在十法界没离开呀、啊。到初住离开了，啊，初住就成为法身大士了。那里。四十一位法身菩萨居宝土，十宝庄严土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四十个等觉，四十一个人，他们住十宝土啊，再往上去呢，妙觉。妙觉不住十宝土，住常寂光。那回归常寂光了，究竟的佛果。这个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十宝土里面两种生死都没有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有方便土，还有同居土，怎么会没有变异生死呢？这是阿弥陀佛
本愿功德的加持，只要升到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往生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十宝图的法身大师。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别于生死，两种生死都没有。无比的殊胜啊，何赞云：超过分段便一二四，安住出世二空之智啊！这个二空是人空、法空。啊，人与法都不是真的。此皆成就啊，智断二德。啊，智是智慧，成就智慧；断是放下。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断了，无明烦恼也断了，这叫断德。啊，断烦恼成智慧。这是法身菩萨了，两种生死都没有了。慧疏曰：三界虚妄皆不常住啊，宗明实现。三界就是六道啊，六道里头有欲界，有色界，有无色界，所以叫三界。三界就是六道，六道就是三界啊，通通是虚妄的啊，是从自己念头里头生的啊，都不是常住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夜坛池有32亿8000个生命我们所在三界里头看到的现象，三界六道是一种相似相虚相啊，我常常用电影做比喻，大家好懂。我们看到地狱电影荧幕上现的像啊，它是相似相虚相，全是假的啊。电影的底片就是幻灯片，每一张像都是独立的，而且每一张像没有相同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它的变化确实像万花筒一样，永远在变，变化不停，找不到两个像相同。我们细心观察万花筒，就了解这个道理了。啊，这个道理。贤首过世在还原观上讲得好啊，你看，从一体其二用，一体是自性清净圆明体，说得真好啊，
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自信啊，自信清净，跟慧能大师讲的一样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这个清净，用现代科学家的话就更好懂，因为他们有现象，他们有物质现象，他们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叫清净。啊，圆是圆满，圆满是讲他的德能，啊，我们讲智慧，他有无量的智慧，有无量的德能，这是圆满的。下面一个名，名就是代表智慧啊，圆里头还有相好，佛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智慧德相，贤首大师用圆明两个字代表，圆是德能相好，明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体宇宙万有的本体，所有的法都从他那里变现出来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如如不动，能现一切法。啊，贤首过失这一句话，科学家现在已经很接近了，啊，还没长头，很近了。啊，从这一提呢，起两个作用，这两个作用就是一报，一个正报。一报就是宇宙，正报就是自己。宇宙我从哪来的？从这发生的。怎么发生的？一念不绝。那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讲的一念啊，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就是一秒钟里头有一千六百兆，这样微细的念头，这个一念不绝就发生了宇宙，发生了我，啊，我跟宇宙都是圆这个里头出来的，啊，圆明体嘛，啊，我的智慧呢就是明，啊，所以明在迷的时候就是信息，科学家讲的信息，在佛法讲呢就是妄念、妄想。啊，明变成妄想了，觉悟呢，妄想变成智慧。啊，这个出来了。啊，出来之后的相，其二用是现象。啊，是三变，是只是它有三种周边，那就它起作用。啊，第一个作用，周边法界，无论是我们的念头，还是我们肉身这种细胞，啊，这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是波动形成的。那波动是谁主宰呢？一念。如果我们念头没有了，物质就没有了，物质是假的。物质是念头变现的，
啊，念头从哪里来的？念头从业相，阿赖耶的业相就是波动，这样发生的。啊，我们要记住的一句话，这是科学家现在还没说到，科学家虽然说很快，比光快得多了，但是他们有说到，念头一起就周边法界，啊，念头才动就周边整个宇宙，这个他还没说到，啊，这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的念头不能瞒人，我们只能瞒自己，瞒凡夫，愚痴的凡夫，觉悟的人全晓得。啊，说实实在的话，连鬼神都晓得，不要说佛菩萨了，佛菩萨全知全能。啊，鬼神这个小通很小，只能知道现前一个小范围，但是我们在这个小范围他知道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知道周边法界。第二个呢，畜生无尽，这是说影响我们念头的影响，啊，意念的影响，我们言语的影响，我们一切动作造作的影响，无量无边，我们不知道啊。那我们的影响近的是对自己身心啊，所以我们自己身心健康与这有关系。我们这一生呢，是不是活得很幸福很快乐也有关系。你的思想完全纯正，你就幸福美满快乐。你的念头也是偏差了，有自私自利，有是非人果，有贪嗔痴慢，那就有苦受了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些念头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，自信里的没这个东西，与自信相违背，就苦了。佛教没传到中国来，老祖宗知道。啊，老祖宗讲信德，以最浅显的方式教化众生。把它说成无能、无常、思维、八德，我们能够遵守就是遵循心德，我们这一生一定非常幸福美满快乐。啊，所有一切痛苦都是违背心德，全是自己找来的，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，是自己迷失了自信呐。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，跟这个相违背。其实，中国这个四科里头有重复，啊，把重复去掉，实际上就是二个字。三岁十二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就十二个字。中国老祖宗千万年教学的总纲领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
佛法里面讲大宗持法门，在中国就十二个字。这十二个字你要真的做到了，你怎么会不快乐？十二个字做到，你过的是天人的生活。如果你要能看破放下，你过的是佛菩萨的生活，哪有不快乐的道理？哪有不自在的道理？啊，笑是什么意思？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这笑的意思。啊，你看笑，笑这个字属于婚姻，上面一个老字，下面一个字字，代表父子是一体，不能分呐。那父亲上面还有父亲，儿子下面还有儿子，你就晓得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是一体。那佛家跟你说的时候，你的一对照就行了。所以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啊，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啊，用这一个字来做代表啊。啊，从这个字延伸其他的是一个字。啊，孝是儿女对父母，悌是什么呢？自己对长辈，把这个孝用在不是父母，是长辈啊，是哥哥，是姐姐，就叫做悌啊。同样一个敬呢，换了一个悌字啊，对所有社会大众，对整个宇宙一切人事物，就用一个忠啊，也是孝变现出来的，对宇宙万物那个孝就叫做忠。忠是什么呢？你的心不偏不斜啊，这是忠啊。啊，对一切众生讲信用，孝悌忠信的啊，人之言谓之信的啊，都从那一个孝字演出来。啊，再言出礼义廉耻，啊，再言出仁爱和平，所以核心就是一个孝。啊，其他的十一个字都从孝里头延伸出来的。啊，孝用在什么地方？换另外一个名词。中国自古以来的帝王口号是什么？以孝治天下。尽管末代皇帝不孝，他的还要用个名称假名，我以孝治天下啊，做出孝的假样子啊。文化的根要找到，啊，世间佛法里面常讲的三种世间，佛经上常说三种世间，讲的是有情世间、
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动物。动物是有情的，啊，有情是情。第二个呢是气是情，就是无情的，包括所有的植物跟矿物。啊，无情的事情。第三种呢叫知正觉事情，那就觉悟的人，阿罗汉以上啊，圣人，他们不是六道凡夫，那分成这三大类啊。啊，华严经上有一句话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植，这是什么？三种世界是一体，一体的三面的，一二三，三二一。所以我们自己修行成佛了，你会看到什么？看到山河大地一切万物统统成佛道了，同源种植，同在一个大圆镜智当中，同在一个一切种智之中。大圆镜智，一切种智，就是此地讲的真舍之机。啊，这才晓得佛为什么叫我们尊重一切众生，尊重一切万物，因为他跟自己同一个自性，全是自性变现的。那不尊重就是不尊重自性。道理在此地，啊，在佛菩萨的境界里，在宇宙里头，核心的核心就是情爱。啊，我昨天晚上看到有一篇报告，外国人的，好像在瑞士讲演的，是美国人。啊，也许很多人晓得小祖母的故事。啊，他讲这个灾难，讲应对灾难，到最后这个一个结论就是爱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自信里面这个爱发扬光大，爱自己，爱一切众生，这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从这个说法，我们从反面上去看，这灾难是什么？灾难是怨恨造成的。啊，怨恨从哪里来的？头一个是杀业。啊，杀业里面，我们现在忽然之间看到了最严重的杀业，是从邪淫里面生出来的，以前没发现的。啊，现在看到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，啊，每年堕胎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是最保守的估计，医院里都有记录的，
那堕胎医院里没记录的很多啊，啊，有记录的每一年超过5000万，两年就1亿。啊，堕胎这个风气有多少年了？你想想，全世界杀了多少亿？我看不止20亿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灾难是怨恨杀造成的。堕胎不是杀别人的，杀自己的儿女啊。啊，所以感得先前这么严重的灾难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这个小祖母说的很好啊，要用爱去化解，真诚的爱心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、对一切众生、对整个宇宙。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啊！前几年我在日本开会，会后我到东京去看江本博士啊，他做水实验啊，他给我做了很详细的报告啊，拉出的很多这些资料给我看。啊，他发现的所有图案里头只有爱、感恩、感谢，那个图案是最美的。他的实验超过10万次，他告诉我，这个爱啊，是不是宇宙的核心？我告诉他，一点都不错。变法界、虚空界就是一个爱。你看，每一个族群传统，老祖宗所说的；每一个宗教，你看他的经典，他以什么为核心？全是爱啊！有人古时候问的，什么是佛？老和尚的回答：慈悲为本，方便为本，这就是佛。慈悲是爱啊！新旧约，世界上三个宗教依靠这部书，犹太教依靠旧约，天主教新旧约都依，基督教依靠新约。里面讲什么？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伊斯兰教，你看每一章节前面有一句真主确实是仁慈的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仁慈、慈悲、爱是一桩事情，是品德的核心。所以灾难现前，小祖母告诉我们，把内心那个爱发扬光大，问题解决啊，真诚心的爱自己，从爱自己起，因为人不爱自己就完了。真正爱自己，爱自己怎么会糟蹋自己？怎么会让自己遭毁？啊，爱自己的人一定是善良的人，爱自己才能够爱别人。
才能爱众生，才能爱地球。啊，把这个爱字发扬光大了，这就对了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啊。